各位早，我是大秦，今天我们来练欧歌。那这个账号呢，就是我的工具账号，有没有任务用的？虽然是任务用的，但是都是50级等啊，所以我没有那个高等级的可以开礼包，所以我决定在这个账号练一支欧歌。那我们就按一下创人物吧。那这次我想说都要练的，那我干脆来录影记录一下好了。然后就用我的最快，也不要说最快啦，中间可能会做一点点的小杂事，毕竟是录影嘛，不然全部都练功会比较枯燥。那我会用我认为比较快的速度来练功。我今天录影齁，我特别起了个大早，来各位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齁。好，10点半，哎干，怎么10点半？好，今天是10月22号礼拜六，经验加倍的日子。不管啊，我有没有早起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我今天要练欧歌。那今天来练个男角好了。好 ，ID， 完了，我要用最快速度练功，然后我的难关卡在 ID。我们先来选发型好了。哎，应该要先取名字再选发型。为了纪念我今天起了个大早呢，刚刚想到一个简单的。束光，好，我们用束光好了。然后通常 ID 后面都要打一些特别的符号来彰显自己的质感嘛。来 ，OK， 点点点三个点哈。我常常冲装失败也是点点点啊，但这个点大小不同哦。那我们选一下束光到底要用什么发型。后面应该是会用美发卷去重新的配啦。那我们现在先随便选一个。哎，为什么白发看起来是咖啡色的呢？紫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红色。好了，那就用这个看起来咖啡色的白发好了。壮丽。OK， 我们看一下那个今天的日期哈。那为了记录我们的时间哈，我直接在这里按那个移除预约。好，不是真的要移除啦。那它是直接算一天后的时间，所以是10月23的10:49:04。OK， 我们要开练喽。开始。啊，ここはどこ？俺は。誘拐されたのか。俺の可愛さを狙って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重生点。OK， 好，新手教学，有教学。好，伤患，好，速，前面应该大家看腻了，好，速。OK， 现在目前到达伊斯鲁德岛，我们一样把新手流程解一圈好了，因为我有点懒得打怪。然后解新手任务其实还是会送一点点的东西啦。丢！哎对对，不要浪费。哎，早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啊。啊靠腰按错，跑到中央宫。哎，没加速了，出来吧，仔仔！仔仔吃我力量！
好了，那解到这边应该是解完新手任务了。我们跟柜台对话看看。好，我要转职。好，那应该是在楼上啦。OK， 直接上去。找到服饰，哪里？那在这边转跟去庄转的差别就是，去庄转可以学到神圣之光，这边转职是普通的转职，不过没差，我没有要用神圣之光练功。神父欸，转职服饰，耶、yeah, ，现在就转职成功了。那我们获得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好，直接回城。好的，转完服饰以后下来会发现我的两只在这里等我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直接进组队了，然后就免费的加加了，真棒。OK， 接下来打开银行领个1000万，天哪！含着金汤匙出生哈，一出生就走上人生的巅峰。那我来拿一些东西好了，对，这些有点定位，丢进去，丢进去，丢进去。武器嘛，武器有4把，先拿一个生存，然后等一下可以换绅士的权杖，好像也不用换哦。我看一下，125，还有嘞，120，哦，它有加血，那拿这一把就好了。然后拿出我们的火球套，哦，加9自卫涌现，加9麒麟。加11蛇皮有没有？然后两个南北重先穿上去，爽啦！然后这个俏皮蕾丝花边猫发带可以介绍一下哦，就是等级100等以下打怪可以获得10%经验值，它不用搭红云直接就有了。好，一样装备上去，然后影子新手这个要50等才能穿，那就是无名旅者啦。哦，蔚蓝蝴蝶结。还有玻璃墨镜，好，这些等一下再介绍。然后这里有个土人抓来养好了，还有一个棉衬衫加减啊。啊，无名旅者我准备了3双，哦，啊，也不是准备3双啊，就是我自己本身的3双就拿来用。好，暂时应该是这样就够了啦。啊，盾牌要65的，没关系，拿着。OK， 先这样。啊，补品呢？哦，补品超多，换了年糕10个。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先放进去。初学者药水加减啊，好，拿着等一下补血用。然后嘞，果冻先10颗好了。那高级经验书哈，高级经验书先来个5本啊。对，我还有经验值的那个头上。跟头下的服饰，还有个雇佣披有没有？然后活动帽也可以先拿来用，我们这个先穿上，帅帅的先穿上，怎么这么棒？为他玩，魔力药水、活化液、智能药水。红莲记饼干，这样美食等级高一点再吃好了。然后白巧先30个就好了。哦，真的爽。好了，那拿了一堆东西也负重了，我们先来找主教要加加。然后还可以唱那个经验证有没有？哦，四转的技能，全部都给你。OK OK， 我们去集份接呆呆。对不对？这样才好玩嘛！等一下，我身上没有那个翅膀，我应该先去买新手翅膀的。
新手的翅膀啊，讲话魔法师。新手的翅膀，新手专用唱一次吧，3000个，够不够？再1000好了，4000个，好，买了4000个翅膀，哦，飞到肚子痛。然后各位啊，这个刚刚解任务送的新手翅膀啊，它不限等级，所以它99等也可以用。所以我们先用这个买的99等以后不能用。OK， 好，我们把装备穿一下。一开始应该是都可以啦，偷猎者好了，然后悲伤的棉衬衫、蔚蓝蝴蝶结、玻璃墨镜。好，一开始应该是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好凶哦！然后拿那个新手铁锤 ，OK， 我们去打苍蝇。通常这个等级接呆呆有很高的几率是苍蝇啊，应该是都苍蝇。改善活动，苍蝇 ，Yeah， 打苍蝇。好，有经验证啊，然后又有经验加倍。所以现在经验值是非常高的，是不是应该把诗人先拉过来？好像不用，很快就结束了，没关系。等下走得慢就乱飞。29，有一只肥的，我们来测试一下火球术，按 T 点满，加29，好，按 T 下有33，火球363，有点低呢 ，Marking，OK，呆呆解完了，回撤。